空间，优异的行驶性能和新奇的接背式轿车诞生于世。主要技术 CVCC 技术发动机，带超速档的本田自动换挡系统变速器 CVCCR 发动机，速度感应动力辅助转向系统，1.6 升直列四缸68马力汽油发动机，五档手动或两档自动变速器。1981年第二代以创造顶尖中型轿车为目标，在机械原理、外观设计、内部装饰、装备等方面均投入了当时所有技术的精华。主要技术 1.8 升直列四缸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 PGMFE 75马力12气门横流发动机，带直控机构的四速全自动变速器。1985年第三代，在保持宽敞车内空间的同时，外观设计呈流线型，更富时代感。此外，各项性能标准均以行驶性为主题进行开发，创造全新价值。主要技术 2.0 升双顶置凸轮轴 DOHC 电喷发动机98马力 LXI 车型为110马力以及 1.8 升双顶置凸轮轴发动机，在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的汽车中，首个采用四轮双叉臂悬挂车型，三通道数控四轮防锁死系统，四轮盘式制动器。1989年第四代停产化油器车型，全为电控燃油喷射，两门接背板停产改为四门溜背板。1992年雅阁在中国的正式销售就是从这款车开始的。主要技术 2.2 升带二级平衡轴电喷发动机，基本型和普通型的为125马力，豪华型的为130马力。四轮转向系统， ABS 刹车系统， SRS 驾驶员安全气囊系统，双安全气囊。1993年第五代全力追求世界水平的安全性能、节能、环保设计及汽车本来的行驶乐趣等，树立全新轿车所应具备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形象，提示汽车与人社会的新关系。主要技术 2.2 升新 VTEC 2.2 升双顶置凸轮轴 VTEC 16气门电喷发动机145马力智能控制四速自动换挡变速器， SRS 驾驶员及前座乘客气囊系统， ABS TCS LSD 1995年使用 2.7 升 V6 发动机170马力四前速电子控制自动变速箱，1996年 2.2 升系列中增加天窗车款，速度感应式转向助力系统。1998年第六代开发符合世界各地不同需求的通用型柔性平台，提供行驶、安全、环保等各方面更加先进高度的性能。1999年广州本田正式从这一代雅阁开始生产销售的。主要技术 2.0 升双顶置凸轮轴 VTEC 程序控制燃油喷射系统发动机150马力，2.0 升 VTEC 超低尾气排放发动机， 1.8 升 VTEC 发动机， 2.3 升 VTEC 发动机150马力， 3.0 升 VTEC 发动机200马力，五连杆双叉臂后悬挂，新 EPS 电子动力转向和 VGR 可变转向齿比， VSA 车辆稳定辅助系统，带手动模式的四速自动变速器，全自动空调，智能防盗启动锁止系统，首次集成不规则驾驶侦测功能。
2003年第七代，新一代雅阁已经完全超越了以往的雅阁，绝对能使您在驾驶它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它已达到了更高一级的优异性能。主要技术 2.0 升双顶置凸轮轴 IVDEC 发动机，150马力，正时系统采用链条传动。 2.4 升双顶置凸轮轴 IVDEC 发动机，119千瓦，正时系统采用链条传动。 3.0 升 V6 单顶置凸轮轴 VTEC 发动机，177千瓦，电子节气门系统，双横臂独立前悬挂，五连杆双横臂独立后悬挂， ISRS 智能双安全气囊。 3.0 升的采用四气囊，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广州本田新一代雅阁轿车的发动机、变速器、车身都是全新设计，在保持所有雅阁一贯的良好品质的基础上，无论是在行驶性能还是外形设计上，都变得更加强悍有力，充满现代感和运动气息。2004款广州本田雅阁，新雅阁 2.0 升 IVTEC，2.0 升直列四缸，16气门程序控制燃油喷射，双顶置凸轮轴 IVTEC 智能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子控制系统，最大功率为110千瓦，6000转每分钟，最大扭矩为186牛米，4500转每分钟，油耗为6升每100公里。新雅阁 2.4 升 IVTEC， 2.4 升直列四缸，16气门程序控制燃油喷射，双顶置凸轮轴 IVTEC 智能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子控制系统，最大功率为119千瓦，5500转每分钟，最大扭矩为219牛米，4500转每分钟，油耗为7升每100公里。新雅阁 3.0 升 V6 VTEC， 3.0 升 V 型六缸，24气门，单顶置凸轮轴，程序控制燃油喷射， VTEC 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子控制系统，最大功率为177千瓦，6250转每分钟，最大扭矩为288牛米，5000转每分钟，油耗为7升每100公里。五档自动变速器，前后都采用盘式制动器，助力转向系统，双横臂独立前悬挂，五连杆双横臂独立后悬挂，驾驶座安全气囊，副驾驶座安全气囊，智能型 SRS 双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巡航定速，排放达标为 O3 标准。2005款广州本田雅阁，新雅阁 2.0 升 IVTEC， 2.0 升直列四缸，16气门程序控制燃油喷射，双顶置凸轮轴 IVTEC 智能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子控制系统，最大功率为110千瓦，6000转每分钟，最大扭矩为186牛米，4500转每分钟，油耗为6.8升每100公里。新雅阁 2.4 升 IVTEC， 2.4 升直列四缸，16气门程序控制燃油喷射，双顶置凸轮轴 IVTEC 智能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子控制系统，最大功率为119千瓦，5500转每分钟，最大扭矩为219牛米，4500转每分钟，油耗为7.3升每100公里。新雅阁 3.0 升 V6 VTEC， 3.0 升 V 型六缸，24气门，单顶置凸轮轴，程序控制燃油喷射， VTEC 可变气门正时及深程电